但是跟不上嘛，我爸就说你要不要去学一下美术，试试转特长生。当时我就试了，但是你知道我们当时那个美术班特别的散漫，就是唯一全勤一次，还是听说班里要画人体。那天班里应到38人，实到43人，然后就看一个大爷哆哆嗦嗦走出来了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就是大爷是80块钱，女模特是180。然后当时班长当机立断，发起了一次众筹，凑来了180，请来了女模特，然后我们就看见了大爷的老伴儿。